早你好，欢迎收看这节直电新闻，我是蓝玉明。来关心到离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只剩九天，台湾人没有收到邀请通知。美国近期通过有台法案，要协助台湾重获世卫观察员的身份。总统拜登也在周五签字生效了。这也提到台湾在1996年投入超过1700多亿台币，提供多国的医疗还有人道支援，现在呢全球卫生贡献的模范。主提案人梅兰德兹也很高兴看到拜登签署。现在法案呢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每届台湾没能获得观察员身份在世卫大会之后，要向国会协助做法有哪些要改进。这个目前呢在参院也以压倒性通过，5月3号送交白宫。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